前问话，不料那人动起手来，那人败逃而去，临走之时留下包裹一个，向爷过爷梦准来我看。本乡的官轿已到神灯地方，青州南20里，这青州城老夫如果没有记错，赵钱的青州府就在城里。想着赵钱一贯凶残成性，若是这黄龙袍与他有关，他日后得了王位，别的王子必然不服。若动起刀枪，黎民百姓就遭劫难了。请王府动静，若有不规矩动，火速回京告知本乡。这边行人等昼夜前程，赶回汴京。